因为依照大清的律例，若你是当场撞见妻子与人奸淫而动杀机的话，其罪还不至于死。当然了，这牢狱之灾是免不了的。问题是，床上根本就没有奸夫，就只有我老婆呀！哎呦，这什么？他们一定是趁我到王老三家去买酒的时候。 那个男人就走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所谓拿贼拿赃，捉奸捉双，既然没有了奸夫，那你就变成无缘无故杀死自己的妻子，这麻烦了。哎，胡老师，我当时也想说，就假装到乡下去收租去，可是后来一想不行啊。 我到王老三那儿去买酒的时候，有好多人都看到我了。洪老师，您发发慈悲，救救我吧！啊，呵呵，只怕我救不了你。即使能救，我也不方便帮你出主意。这为什么？你没听说吗？昨天我已经当众立下了誓言。 只要设立了性命人在，我便赎财行善，封笔三年。若为誓言，天理难容。今天设立终于洗刷了冤屈，重获自由。我这封笔的誓言，岂可不遵守呢？洪壮士啊，这个事儿就你知我知，所谓法不传六耳，这个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的。不行啊！ 这对天立誓的事情，谁也不敢开玩笑。洪壮士，可是你亲口许过我们老爷，说要还他一个大人情吗？这话是没错，可是也必须是我能力所及的事情。想让朱世伯也未尝能所难吧？怎么说，你就是见死不救了？不是我不救，是救不了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不肯救。 大清的律例摆在眼前，你要我怎么救你呢？还有利率，利率，利率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个道理我都懂，难道你还不懂吗？我就不信。莫非你这天下第一状是浪得虚名？你，没错，我是浪得虚名。你看看趁现在天色还未亮，另请高明去吧。 我告诉你，你这件案子啊，恐怕是连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你。有胆子你就到街上随便找个人来当替死鬼，不要在我洪家耍流氓。哎，洪壮士，洪壮士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家伙该怎么办呢？我，哎呀，哎呦，我真笨呐，我。 这洪壮士，他莫非是不想公然违背誓言，所以假装骂我？事实上，哎，他是在暗示我，提点我呢。哎呀，真不愧是天下第一状。 是真是厉害，到街上随便抓个人当替死鬼，这听起来似乎是有点荒唐。不过，现在只有这个法子能救我的命了。机会。 能不能活命，就看这一刀。
衣服。老孙，你咋？嗯。大少爷。哦，龙生，这么晚了，军亮还没起床。二少爷，他还没回来呢。太不像话！爹从小定下的规矩，每天都得回家睡觉。爹才离开多久，他就开始不放在眼里，想造反。胡说八道，乱讲话，找死！下去。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？有人来通知说什么？二少爷他招惹人家的老婆，天亮前被他老公抓奸在床，一刀杀了。哪有的事啊？那朱慧不是三更半夜的还在咱们家吗？朱慧，是啊，听说杀人的就是朱慧，不可能的，一定是误传。哎，大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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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少爷，张少爷，这是年轻啊，这是大，这么年轻就走了啊！我都没看到。二少爷，糟糕了！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死得好惨呐！走，干嘛这么用力啊？哎，好汉做事好汉当嘛，没错，是我杀了那对奸夫淫妇，可是我根本没想跑啊，要不然我干嘛自己投案呢？好了，有完没完了？真是啰嗦。师爷，哎，派两个人进去搜搜。是，走。闪开，闪开。哎，让开，让开。这不是洪二少吗？哎，洪二少，洪二少，你可是刚刚出狱呀，洪二少。黄道士。是我，我听懂你的话了。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你死得好惨啊！二少爷，大老爷，那朱贵的妻子被杀死在床上，哦，旁边还有一袭男子的衣物。是，你猜猜看，这个奸夫是谁呀？我真是有点同情他，偷人家老婆你就偷了，当心一点，怎么会这么倒霉呀、啊？大老爷，你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不是密探呐、啊！哦，对，密探，你去问个清楚。少爷，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，少爷。喂，你确定这个死者就是洪军亮吗？是啊，大老爷。他就是我们家二少爷，洪军亮。那你看看，这洗衣服是您少爷的吗？没错，这是我家二少爷昨天出狱后，我亲手拿给他换的。大老爷，此案已大致清楚。请大老爷即刻过堂，传唤离人作证，秉公断处。对对对，快快点带我走啊！哎，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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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给你自己交的。放手！怪就怪你自己。大少爷，别这样！大少爷，放手！少爷，放手！大少爷，不要这样！你掐死他！二少爷要不回来呀、啊，大少爷！大少爷，你冷静点了。大少爷，掐死他！用力掐死，掐死他！
掐死他少麻烦。大老爷，你怎么这样子讲啊？朱贵不是办的是死刑，就是我在你的面把上级怎么跟上级交代啊？什么上级不上级？上级也没有人在这里。哎呀！洪壮士，节哀节哀了啊！哎呀，洪壮士，你弟弟花名在外，所谓夜路走。爹交代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您别吓我，这二少爷的后事还等着您办呢。大少爷，你开开门啊，大少爷。他下次一定不敢了。什么不敢？我大少爷，李姑娘，你怎么算来了？大少爷把自己关在房里，没说话，没声音，我担心他。这么严重的事，你要我怎么劝呢？这无论如何，也只有你劝得动他了。尽量照顾好，我没用，我是个废物。爹，爹，你让我进去，你可以打我，你可以骂我，可是你不要这样子不见我，爹，爹。为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？我不是故意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违背誓言。老天，你告诉我，我这么努力，我这么努力想做一个面面俱到的人，到底哪里错了？为什么你要我一生一世背负着害死弟弟的罪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爹！爹！你这样日笑夜笑，你做过什么呢？你再怎么叫也叫不出心中一片安乐土的，因为老天爷
他专门会捉弄人，是非不分，想法不明，而且偏偏不让人称心如意。贼老天，你要人敬你、畏你、听你的话，其实最没有道理的人，鞭刑你。什么天，什么理，我呸！从今天开始，红军要心目中只有我自己，谁也不怕，我就是天，我就是理。不择手段去得到应该属于我的东西，就会像从前一样，不耻你，多所顾忌。这老天，我红军好从今以后谁也不怕，包括你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再也不怕你了，我再也不怕你了。讲到有寸啦，小龙原本只是假生气，啊，你一去道歉，反而真生气了，你才不要那共理。哎呀，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女人心海底针，小龙虽然只有三分像女人，我没想到她心也那么难猜。嗯，啊，小龙三分像女人，啊，林母啊，我们一分。小龙啊，只是个性爽朗一点，她内心里面啊，还是如假包换的小女生。哎呦，你们女生的事情我搞不懂了。要不然这样子吧，下次我跟她出去的时候，麻烦你一起来帮我同步翻译。等我弄清楚她真正用意，自然就不会得罪她。您说好不好呢？你想得美嘞，我帮你当翻译，她现在都不理你了，你还要说什么？你没机会啊啦！哎呀，你回来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完了，那你物件拢翻好啊？嗯啊。对了，洪家的事你们听说了没？什么事啊？我在秀庄听人家说。那个洪二少招惹人家的有夫之妇，被人家一刀给杀了。真的有这种事？这也太离谱了吧！啊，秀庄的人还有没有说什么？我懒得听，也懒得问。丢了丢了，那洪二少哦，做人确实不好，不过人都死了。哎呀，人死灯灭，我们就不用再说他是非了。其实我也很吃惊，没想到燕如跟洪二少竟然都死了。就是啊，那个洪军亮虽然做人痞了一点，不过倒不至于要到死的地步。嗯，彩姨把燕柔的东西分给大家作为一个遗念，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就想起燕柔，她真是一个痴心又可怜的女孩。嗯，那燕柔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啊？只晓得她家在龙田县，可没人知道她家往哪儿找去。可是怎样？我遇见过一个人，燕蓉管他叫阿俊，好像是那个叫阿俊的把燕蓉带来临江县，后来因为那个阿俊好赌，燕蓉决心跟他分手，可是阿俊一直跟他纠缠不休。等一下，阿俊。姑娘，那边有个男子在扑哧你。美柔，哎，什么事？就请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帮帮我。这绝对是最后一次，我永远都不要再看到你。哎呀！哎哎哎，看什么？没看过这。啊！我想起来了，婉儿，我在打听你的时候曾经见过这个人，长得倒是眉清目秀，可惜像小瘪三，有说不出来的邪气啊。应该就是你形容的那个人，
我跟燕蓉曾在庙里遇见过他一次，听他的口气，好像知道了燕蓉要嫁给红二少，就拿这个做要挟，跟他企图勒索钱财。婉儿啊，这些事情后来你都没有跟县太爷提起哦？他没问我，我一时也没想起来。不过哦，问也是白问了，反正他杀了人，搞不好人炸得酸你啊。那倒也未必。现在人人都知道红二少成了嫌疑犯，他可能自己觉得安全得很。对了，婉儿，我曾经看过燕蓉的尸格，照他伤口位置和方向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左撇子。你记不记得阿俊惯用左手还是右手？这我倒不记得了。哎，来来，你们看，你们看。这是戒具。哎，我瞧瞧。真的是戒指，都还没有勾销，表示还没有还钱。借钱的人叫做周俊，应该就是那个阿俊。阿姨，几个上酒？上酒，叫做周吉。周吉，我这名字很熟耶，瞎了。啊，婉儿啊！周琦就是你阿爹的，哦，唔对唔对，是人冤枉你阿爹抬黑你啊！对了，周俊，周俊就是周琦的侄子。真的吗？如果说周俊跟燕蓉案子有牵涉，而燕蓉又这么的慎重，保存着跟周琦相关的戒指。那很有可能周俊跟周杰的案子也有牵涉，那岂不是跟我爹也有莫大的关联？尤其案情中记载着，在案发当天现场曾经备有酒菜和两副碗筷，你爹并没有跟他约好，而且周杰不可能花钱请你爹吃吃喝喝的，我早就怀疑他等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如果请的是自家的侄儿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哎呀，反正哦，明天哦到县衙举报，把周俊找出来问问看。可是我们所做只是推测，再者说那个糊涂大老爷就算找到周俊，我想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福星，那我们就自个儿找周俊问问看他到底有。婉儿先别急，越是关键时刻越要冷静，然后把这些线索好好消化一下，然后发动我脑力加满油加到一档，拼命努力的想一想。福星啊，你要不要娘煮什么让你补一补啊？我想那倒是不需要，您不常说吗，睡觉是不花钱的补药。婉儿，在这么关键时刻让我们俩睡上一觉。星啊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这么大声干什么呀？吓得我整个花容失色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睡你的觉，我睡我的觉，我们睡一个不发生任何关系的觉。星啊！又说错了。虾米呀？哎，你们不要这么挑剔我好不好？像我脑筋跟这些线索一样乱七八糟，知道意思就好了，不要这个样子。你们女人真的是不可理喻，哎！哎呦，你这个死囡仔，你给他打工吧。我刚才无意间说错那些话，麻烦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跟小龙讲，否则到了下辈子，他都不会理我。不行，一定要跟他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女人就是不可理喻啊。那罢了，罢了。两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，方才都有得罪，万望包容海涵，小生这厢赔礼。昨晚出柜曾经来找过这件事情，你就当作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永远不要向任何人提起，而且
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是，大少爷。我错了，之前的想法都错了。谁说海世君亮的？是我的事。害死君亮，是那个逼我立誓的那个人。谢谢你来看我，还等我这么久。伯父没有派人来接你啊？我爹啊，他巴不得我从此就住在你这。哎，我在胡说些什么啊？羞死人了。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喜欢你的心直口快。你不会嫌我讲话不经大脑，幼稚加三级啊？怎么会呢？那些不懂得欣赏你的人啊，不要理会他。对，我才不会理会他呢。洪少爷，你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哦。你来看我还等我这么久，我心里头真的很感激。你应该有把我当成好朋友吧？在这个时候，你只有好朋友才能解我心中沉重的悲痛。你不要这样嘛，我最怕看见人家伤心了，因为我只要一见到人家伤心，我就会不忍心的。你振作一点嘛。小龙，我仍然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即使你连我送你的镯子也不愿意戴。谁说的？你看，这是……没错，这就是你送给我的镯子啊。可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我只不过不小心摔了它一下。是不小心吗？哎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嘛，反正都已经修好了。小龙，谢谢你愿意修好带上它，我真的好感动。你别这样子嘛。我更要谢谢你来看我，如果没有你带给我的安慰，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这一切，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。我很同情你，可是小姐，老爷派人来接了。哦，好，走了。那我就不，那你就，算了算了，再见。哎，洪生，送送小姐。是，大少爷。家，看见什么？我看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真的。什么都没看到，岂不成瞎子啊？你少装了啦。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他之所以会握我的手，是因为他悲伤过度。那我之所以没有甩他一巴掌，是因为我吓得说不出话来了。我可不是那种啊。小姐，你不用跟我澄清什么了，我不会随便跟人家八卦的。我是怕你去告诉石头，然后石头又去告诉谁？何公子哦。哦，难道你还在乎他在想什么？像他那种不懂得欣赏我的人啊，我才懒得理他。那就好，来，你去休息吧。那我去睡喽。我
真的没有看到什么。我唔信，我唔信！迄小龙留咧洪家遐尼啊暗，哪有可能讲跟他君豪两个人讲一下下话呢？因为我们一到，洪大少爷就跑出去了，一直到晚上才回来啊！哎呦，他这下怕算咯！我一直咧通知恁讲吼，光叫无用，就是要小龙留咧洪家，甲这个君豪两个人搁相处多一点点啊！洪老爷，你还真用心良苦哎！那可不，哈，愈想愈怕算，人家是一片苦心付诸东流了。老爷，你也不要太难过，至少小姐现在已经管洪大少爷叫君豪。啊，你讲啥？阿哥，阿哥，阿哥，阿哥、嗯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这些了啦。那也含慢了。哎、欸，小龙咧安慰君豪先，干嘛咧个？拍拍肩啊，拍拍。还是讲君豪。他无感谢小龙的时阵，讲有啥物接触啊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都是牵牵小，牵牵小手对不？阿哥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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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老爷啊，我已经累得昏了头，我拜托你不要再问我了，好不好？没嘞，我未讲完。好、哦，无，我这么想着，哦，真好，这个臭小囝哈，竟然对阮糟囝咧卡来手了，哎、欸，嘛唔对嘞，我上爱因咧接到嘞，伊、哦、唔是臭小囝呢。哎、欸，伊是我的好囝婿呢，哎、欸，哈，这下赞啊！看因的感情安尼突飞猛进吼，吃好吃好，搁耍来要办喜事咯，哎、欸，唔孬，搁耍来是要抱孙啦，这后生命较好，哎、欸，叫做家宝，家宝应该对个，家宝好，家富，家富，家财，家财，哎，哎，三八，家财哪会好听呢？哎、欸，啊你讲，哎、欸。嘿嘿嘿，我无叫伊走，我家己怎选你啊？尊贵的贺夫人，多日不见，府上各位可否安好啊？你要创啥？啊，你这个行为是干哪看得贵的呢？我听你安尼讲话，我比看你贵，我恐怖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今天绝对不生气。你安尼讲拢无要紧，我今日是专工，要来甲恁后生说多谢。甲父亲说多谢。是是是是。嗯。哎，阿伯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贤侄，多谢多谢，小礼三分。啊，接受我一下大礼哩！不是，怎样怎样消笑，他们有消费呀？难道说是小龙出了什么事？阿贝，小龙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他现在人在哪里啊？你放心，小龙真好真好。啊，至于他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在洪家。洪家。放心，小龙真好真好。啊，至于他在哪里呢？应该是在洪家。洪家？有有有有有有。哎呦，老夫感觉我安慰，因为阮小龙自做婴仔较紧吼，唔捌像即马安尼吼，乖幼幼、点子子，啊，逐工拢关咧房间底吼，伫遐咧学挑针、学赤手，甚至还弹古筝。恁爸嘛唔相信你们这小路。啊，贤侄啊，这边吼真正爱感谢你啊，因为若是你去伤到小龙的心，小龙嘛无可能会浪你回头，痛改前非啊。唉，这边我咧想，应该是真紧，吼，就会嫁入去红家。你伫讲啥话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小龙要嫁给洪君豪，不会吧？那他已经答应了吗？哎，刚刚已经才答应了哟。有啊，你个姑姐，拜托拜托，恁母仔囝莫伫遐咧耍这个鸟耍秀好无？是讲阿卡。这边去让你摇到啦，伊还袂动头啦。嗯，啊，那你说个屁！哎哎哎哎哎，皮蛋呐、啊！
啊，虽未明说，但是我咧想是想当然而啦。因为既然小龙他肯开嘴叫一声君豪，啊，佮肯予君豪来抱抱，我咧想这应该叫做黑暗已到了尽头，光明还会远吗？我出云咯！老饭店啊，你连边边你也乌白乱讲啊，乱造谣的你！你这个神经病啊！到人家你的早间要嫁，甲唔嫁三岁，你乌白讲的你！吴昕啊，来来来，你赶快表态，说你喜欢小龙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我就恭喜你了。多谢啦，多谢贤侄啊！这边小龙哦，那应嫁到如意郎君，你是大功臣呢。啊，时间哦，会记你过来饮一个喜酒啦，哈。你给他出去，你卖过来家耀武扬威啊！那不哦，老娘打断你的老骨头！哎，你嘛较风度，我是专工来说多谢啊！你点点啦，我如心是正人君子哦，不愿意哦拐走小龙，那不哦，小龙早就是阮家的新妇啊啦。哎呦，你省省吧你！我早起是千金小姐呢，会对这个小穷酸小娶走啊，时候再去做乞食，困懵困，卖迷茫啊！你阿出去！我出去！一时，拍死！哦，搁甲你扎做一个啦！我是诚心诚意吼，要邀请好福星，伫个小龙这个出嫁迄一天，你是不是会使来甲新郎牵只马？你给我出去啊！西音呐，啊，叫你表一个看，你都不会表哦。难道你要让小龙投进人家别人的怀里哦？我虽然不愿意，可是，也许小龙这个选择是对的。你，贺公子，要不要我去劝劝小龙？女孩子家，家能讲内心话。完了啦，你唔免去啦。我今日去吼，小龙公恐惊的。别说这些了，婉儿，还是办我们的正事要紧。走吧。你说当时艳荣就诚实在这里，手里头还握金簪。金簪我已经交给了官府，口供上也做了更正，不过我看大老爷好像并不在意。他手里头为什么要握着金簪呢？会不会是想反击？凶手手里拿的可是刀子。婉儿，你记不记得当时艳荣握着金簪那只手是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怎么了？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的话，哎，婉儿，你看这里刻的是什么字啊？好像是个吉字。虽然还没有用金簪来做比对，不过我猜测这应该就是艳荣死前刻上去的。吉是什么意思？会不会是周吉？如果这个吉字代表的是周吉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艳荣的死因跟周吉有很大的关联。什么时候到的？比贺兄还早一点。哦，
没有想到洪壮师此刻还关心这桩案子啊。设弟曾经介入此案，虽然说逝者已矣，但是事情的真相我不能不查个清楚。小龙你也来了？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？洪兄是这样子，我刚刚呢发现一个疑点，推测很可能是死者留下线索，来看看。不用了。怎么呢？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贺兄一个聪明，你所说的线索我也看见。哦，那也好，洪兄您经验丰富，我有些看法呢想跟您研究。不用了。好，线索呢你也看见了，看法你也有，这样子吧，你说说你的看法，小弟我愿闻其详。现在不能说，不过很快你就会知道。我们碰见小龙跟洪俊豪在一块儿，是呐，个嘴硬，活该。大娘，你就别再说了，福星他现在正难受呢。谁说我心里难受？我心里好受的不得了，我简直是开心的不得了。莫名其妙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得罪他啊？我怎么想破了头也不知道。可恶，明明不讲理的是他，为什么到后来偏偏变成是我？这种女生早就应该跟她说一声谢谢，再联络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其实我不说你们不知道，没有她在我跟前绕来绕去的，我的耳根子啊，不知道有多清净。啊，哼，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，我才懒得管她。我要是心里难受，我就是一只小狗。小狗啊，啊你会耍不？会耍。会耍哈，会耍你就给他听清楚哈。小龙的个性哦，我很了解，他不会那么快就移情别人呐。啊，为了你也为了他哦，你就给我放下身段，想个办法弄清楚。啊，若无哦，老娘的扫把哦，叫沙等给你伺候的哦。你这么做会不会不好啊？你是在担心我？不是，任何人看见都会为你担心的嘛。你担心我违背了誓言，老天也会惩罚我。你放心，我并没有违背誓言。小龙，相信我，我有把握。我不会做出让你为我担心的事情。可是你弟的头七刚过，你就这么急着？我急着办这件事情，正是为了军粮。我用这支笔，向害死军粮的人报仇。